虚云老和尚，早年我在香港讲经，这20多年前，还有一些老居士，现在老居士都不在了。那些老居士曾经亲近过虚云老和尚，告诉我，虚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，所以你看他有些照片呢。 头剃的时候，那大概就是过年，是那个时候剃的，一年剃一次头。好像一年洗一次澡，从来不换衣服的。就是那一件衣服，春夏秋冬都是他。衣服的领子都是很厚很厚的油垢。他没洗过嘛，很厚，闻的时候莲花香。 我们天天衣服洗，那个莲花香都洗掉了，都没有了。他不洗，他保留着。什么原因呢？心清净吧。他能转境界，他不被境界所转。这一段事情，现在你看。 日本那个江本胜这位科学家，他做实验，他用水做实验，这个杯子，他用的都是玻璃杯，透明的，里面装的水。这水上我们贴一个艾子，我们写个艾子，有爱心，写这个艾子，贴在这个水上。2个小时之后，把这个水呀。 让它在零下5度，刚刚结冻，将这个结冻放在显微镜底下去观察，那个雪花非常之美。他已经做了10年实验了，最美的图案是爱，所以他说爱是宇宙的真理。如果你写个我恨。 讨厌，也贴在2个小时之后呢，你再在显微镜观察的时候，非常难看。这个实验证明佛在经上讲的境随心转呐。我们为什么不用爱心，爱一切人，爱一切物？我们全身的细胞，如果在显微镜下去看。 都是美丽的结晶，那人身的健康啊！如果有怨恨，那你这个细胞在显微镜下就好难看。所以你自己要健康，要长寿，要充满了智慧，你就用爱心，对一切众生，我们全身细胞都是爱心。 都是善心，这纯净纯善，那就是佛心呢，就是菩萨了。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呢是一个法心。所以经常常讲，十方三世佛，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六无一染。佛讲的太多太多了。 完全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绝对不可以怀疑。尤其他这个实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实验证明佛经上讲的是正确的。那么他现在实验呢，只看到这个色相，美丑这个色相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在。 努力认真深入地去实验，所有一切物质从哪里来的？心性识别了，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了。真心本性呢是纯善纯净，所以它有德，它有能。
啊，能呢就是见闻觉知，现在你已经测出来了，啊，这个水呀，能看，能听，能懂得人的意思，啊，人的善念给他，他有很好的回应；恶念他有不好的回应，啊，他懂得人的意思，啊，所以你要扩大到所有一切矿物、一切物质，啊，因为什么？物质就是这个心变的。心就是物质，物质就是心，啊，心有本能，心还有德，啊，本具的德能，德是什么呢？德是色声香味，你现在才探测的一个色，它还有音声。我们以爱，真正的爱，它会有非常美妙的音声，你还没有测出来，它还有香，它还有味，啊，所以你说讨厌它，恨它。那就没有香，就臭味了。啊，它这个色声香味都变了。啊，千变万化了，一念善心，美极了；一个恶念，丑极了，千变万化。啊，这是我上一次到日本，我就看他的时候教他，再深入，还有，不止这。啊，那么过去多少年来，他这个科学实验呢，回避宗教，因为他要超越宗教，他纯科学。啊，现在我也跟他讲的，宗教比科学高得多啊。啊，能够指导你啊，更深入啊，扩大你的这个研究的领域啊。啊，你能够真的把这个探测出来了，那证明佛经上所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所以我说你的试验这个报告，我们同学在网络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，啊，在网络上记录下来给我看，我一看就懂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经常讲的，我一看就懂。啊，我去访问他，他对我非常羡慕。他才60多岁，身体比我差很多啊！啊，他问我法师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？我告诉他，我说我保养的就是你水试验的那个爱，啊，就是他试验的这个东西啊！我说我就是用爱心保养的，你试验出来，你没有用在生活上，啊，我。在佛经上早年就明了，我能够把这个爱心啊，把这个真诚心啊，感恩的心，我用在生活上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啊，我就用这个保养啊。你试验出来为什么不用呢？啊，他小我10多岁呀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学，啊，对于自己，特别是中年以上啊，健康长寿是人人都关心的，啊，很容易得到啊，不要吃补东西啊，那个补的东西啊，都是毒药啊，都不是好东西啊，啊，如果真正要进补的话呢，一定要请中医，啊，让医生给你诊断，啊，你缺乏什么。要特别给你开这个方子，啊，不能随便说哦。这个人说这个东西好，那个人说那个东西好，全是毒药，是不是？那你就上当了，啊！所以我是什么都不吃，啊，我平常就是喝水，啊，茶有点喝点，我喝很淡的茶，啊，太浓的茶还不行，喝一点淡茶可以。生活要有规律，最重要的不能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是最伤人的。